6月12日到14日是重庆市中考的日子， TFBOYS 中的王源参加考试，王俊凯、易烊千玺一大早就在微博发祝福。6月12日，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，王源在参加中考时遭遇私生饭跟随，并上传多张粉丝跟随王源的照片。照片中，粉丝一路跟随并想追上搭讪，但王源却捂着脸跑开了，但好像粉丝仍不罢休，冲上去再次准备说话。另外还有多名粉丝在校门口苦等，阵容可谓强大。对此，网友纷纷留言提醒私生饭们，称还是让王源好好考试吧，大家别去影响到他。心疼我宝贝，中考之际，只希望你像个普通考生顺顺利利，私生饭能不能放过？